纽约，我们找到一家斗牛士炭烤牛排餐厅，让店长来告诉我们如何能做出好吃的牛排。牛排要好吃呢，它是取决于食材的严选及烹调的方式。那斗牛士的牛肉呢，皆经由湿式熟成的方式，让牛肉自然软化，绝不添加任何的嫩筋。那所谓熟成呢，它当然就是说让牛肉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之中，让牛肉自然软化，增加其风味。那本店的烹调方式呢，是经由高温炭火的方式，然后烙印出隔痕，然后使其牛排呢的肉品上面的那个油，然后滴下成烟，而熏回肉排，产生之烤肉的原汁原味。